选手们正如火如荼准备中。第一届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将在8月20日与台北 Legacy 进行决赛。在此之前，客家委员会也特别在赛前安排选手进行培训课程。客家音乐很多都不错，多讲多唱，对，那你会跟这个语言越来越熟。他有没有办法更像你？不要去管他的音有多高，或者是要不要对到那个音准不准，最重要就是唱那个你想讲出来的，就是该有的那种重拍的东西，嗯，那种感觉。我觉得你的那个嘴型、口腔的变化还要再更嘻哈一点。除了有罗文玉、黄韵玲、王志平外，还有金牌编曲家 Jerry C 以及创作歌手杨丰彦、知名音乐人古浩，这华丽的导师阵容就是要带给参赛者们重量级的培训。太家伙转来了。没想到自己可以进来决赛，很开心，就是可以更贴近客家文化一些，唱出客家歌让大家听到，认识客家歌让大家唱，原来客语歌也可以那么朗朗上口。这次比赛有一点重拾我自己对于客语的记忆，正是因为这样的比赛，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多跟自己的爸妈交流，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比赛也可以让大家多认识客家话这个美丽的语言。因为像我是完全其实不会客家话，我只有小学的时候有学过一点点，但我现在已经完全忘记。想要告诉大家，就是音乐其实是不分语言，就算你真的不是那么熟悉这个语言，但是你还是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带给别人你想要传达的东西，不局限于任何语言。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玩团的年轻人来写写看客家歌嘛，其实没那么难嘛，对不对？对，那带给我们乐团就是很好的这个经验嘛，演出的这个机会啊，可以去这么好的场地，然后给一些这么专业的评审老师讲评。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赚到了啦。相信经过特训后的选手们一定都能发挥超水准的实力，拿下好成绩。除此之外，决赛当天更还有彭佳慧、黄明志、柏林等歌手莅临演出，一起在现场感受客家音乐新风貌。完全娱乐综合报道。